就是很爱裸体嘛。那我昨天为什么会被我儿子教训说，妈妈你不要裸体做运动好不好？其实我就是在做那个复健运动。那我就跟他说，信宝，这个是妈妈的习惯。姐夫也会裸体。嗯，他在家里是这样子的。宣传说我爸妈都爱裸体，不用他宣传吧，他妈妈都宣传成这样。那你最不喜欢广东哪个外省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好意思说吗？然后他就会开始摸鼻孔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你其实也算是个半个公众人物。Ella 裸体在家运动被儿子嫌不老公坏习惯，爱在家抠鼻屎。后来就发现当歌手真的好棒，好舒服哦。就是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也觉得在台上就是唱唱歌，跟大家在一起很简单。Ella 时隔9年推出新专辑，2月29号举行发片记者会，而老公赖思祥之前被爆料为力捧老婆主演电影，被刺原定女主角的 Hebe 一刀，导致他们姐妹情变。当然有啊，可能很大条啊，新闻大条，就觉得有点无奈啦，有点莫名其妙，因为真的是没有的事情嘛。好吧，那你们就怎么开心怎么去看，风风雨雨你们自己去风雨就好。我们的感情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自己清楚就好。哎，对啊，那么久没有见不到我，你没有关心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说夏华，你最近好一点了吗？你自己怎么样，好一点吗？有一点没有那么好。怎么了？你们这每一个都给我抓去演戏，太厉害了。我喜欢你，就是很爱裸体嘛。那不是福利，那只是我的习惯。因为对我而言，我就是换衣服。我们现在不用担心，我是那个现在是唱片歌手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是歌声是人的啊，那个东西如果你不小心撇到了，没有关系，不影响。那我昨天为什么会被我儿子教训说，妈妈你不要裸体做运动好不好？其实我就是在做那个复健运动。那我就跟他说，信宝，这个是妈妈的习惯。姐夫也会裸体。他在家里是这样子的。说我爸妈都爱裸体，不用他宣传吧，他妈妈都宣传成这样。真的，时候姐夫会想吃掉。我们一天到晚在裸体，其实还好。你说我没有激情吗？没有激情呀，还是有。哎，很烦的，一定要回答这种问题。那你最不喜欢老公哪一个坏习惯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好意思说吗？然后他就会开始摸鼻孔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你其实也算是个半个公众人物。他会这样子，然后放在嘴边。他不是放在某个地方摸，他没有问哦，他只是让他自由的落在地上这样子。啊，我知道他有一个坏习惯，他就是太爱我。这个是故意的。其实他现在怎么了？手机里都是我儿子的照片。他现在看着我儿子的眼神，是我。很久没有看过的那种眼神了。